今日股市由老凤祥特别呈现。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由老凤祥为您特约播出的今日股市，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是周一，先介绍我们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市场分析师蔡玲玲，欢迎您，市场分析师夏天，欢迎您，还有我们市场分析师林世婉，欢迎您。回顾一下今天整个市场的表现情况，应该说金融数据的偏好，包括今天午后汇率的回升，以及北向资金的积极加入，从今天整体市场来看呢，三大指数是全部出现反攻。上证综合指数是收在3142点，上涨了0.84%。深成指是上涨了0.98%，科创50指数涨了0.67%，创业板指数啊，前期我们一直担心它是不是能破前面的这个低点啊，今天也出现了一个红盘报收，最终是收在2063点，涨了0.65%。那么从今天整个市场的表现情况来看呢，大家觉得无论是社融这样的关键词，还有汇率这样的关键词，还有就是北向这样的关键词，都出现了一些变化。那么是不是这个变化能让我们从7月24号以后看整个市场摸底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能看成一个转折点呢？我们来看看今天三位嘉宾的分析。那在这儿呢，我们也看一下具体的交易数据啊。今天呢，上海和深圳市场成交在8400亿，两市呢有3600只个股是翻红。今天涨停的家数不多啊，只有36家个股涨停，但是呢，赚钱效应是达到了74%，这也是在今天盘面当中出现的一个值得我们去探讨的一个数据情况。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也出来了，希望大家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指数午后拉升，北向回流，短期能否继续反弹 ？A 能 ，B 不能。欢迎您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积极思考。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三位嘉宾他们在这个时段这个行情变化之后他们的一些观点变化。蔡玲玲刚才也提到了，说北向回流这是关键词，社融也不错啊，而且说这个汇率，人民币汇率今天下午有这个反弹的情况。那我们说，如果这些情况都稳住，可能市场能有一个向好的表现情况。这些关键因素的持续性怎么样？对未来市场整体的反弹怎么看？其实对于市场的话，其实我一直是比较乐观的。我认为这边其实就是一个底部区域，未来是有大的有比较大的机会的，所以我这边是非常乐观的。主要乐观的原因在于，就是说现在我觉得整个政策的一个方向是非常明确的。自从就是说七月下旬的这样一个政治局会议以后，我们看到整个政策发力的方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其实就是活跃资本市场，一个的话就是稳住整个地产行业。那么从稳住资本市场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近期出台的是非常多的政策啊，从降印花税，包括限制减持，包括放缓 IPO 的速度，再到周末去引导险资的一个中长期的资金的一个入市，包括我们看到其实证监会这段时间是比较忙的，一直在就是和一些专业人士去召开座谈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其实大家看到，就是说整个管理层对于整个股市的诉求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我觉得这边应该是，我觉得是有信心的。只是短期这边的话，因为资金太过于博弈了，因为我们看到在印花税这样的一个重大利好政策出来之前，其实市场有反复的博弈，反复的预期，所以在政策落地之前的话，其实券商板块的话就是一直在反复活跃。但当整个利好出来以后，资金可能选择的是一个利好兑现的这样一个走势，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指数是有反复的。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走势的话，并不能意味着整个行情的终结，我觉得更多的是影响短期节奏，而不影响整体市场向上的一个趋势。所以这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左侧布局的时间点，这是对于整个资本市场的一个定调。另外的话，其实对于房地产市场的一个稳定的一个预期，其实也是非常明确的。因为之前市场比较悲观的一个核心因素是在于对于整个经济是比较谨慎预期的，而整个经济当中非常关键的一点是地产一直是偏弱的这样一个走势，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政策发力的点其实也是集中在整个地产的一个行业上，从就是说一线城市的认房不认贷，包括降低整个首套房和二套房的一个房贷的就是说首付的一个比例，其实从整个政策的节奏上来看的话，要比以往整个地产周期要更加紧迫，更加就是说积极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其实如果能够稳住的话，就是大家能够扭转市场资金对于整个经济的预期，其实能够起到
非常重要的因素，再加上其实我们看到近期一些就是说高频的一些经济数据的好转，包括从周末发布的一个 CPI PPI 的数据，包括到今天的这一些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金融数据的话，其实都是印证整个经济开始出现一些边际好转的一些因素，所以我觉得这边是其实并没有就是说特别悲观的理由。我觉得大家不要低估整个政策的决心，如果说现在现有的政策不能够立刻扭转大家的信心的话，我觉得未来可以期待更多的增量政策，所以我觉得在大家悲观的时候的确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左侧布局的时间，如果等到大家都一致预期觉得现在没问题的话，可能价格就不是现在的价格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位置的话其实没有必要悲观，更多的是应该比较以积极的心态去左侧布局。林立的这个观点一直是非常鲜明啊！来看看夏天，夏天如果说政策啊，从七月底到现在，大家期待有个量变到质变的这个过程，现在到没到这个质变期啊？其实是换了种问法，市场提到底摸到没摸到啊？我觉得呢，其实大家看到一到周末就会有很多的利好消息出现，已经持续了我感觉快一个多月了吧，每到周末就会有这种利好对市场的利好消息出现，但市场一直不起来。我觉得刚刚林讲的是对的，一个就是大家对于经济的预期其实是不是那么的好，但是呢我们看到周末的一个 CPI 和 PPI 其实它的一个环比已经出现很明显的一个拐点，另外来讲今天到提前到中午发布的社融数据其实很明显，我觉得也大家也看得到了一些数据上的一个变化。那第三点来讲，其实大家也知道最近北向资金其实卖的是比较厉害，也和汇率有关系。那今天美元指数的这一个直接低开往下走，基本上是宣告了美元波段的一个高点，那对于人民币来讲就是人民币汇率的一个升值之旅要开始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大家其实市场利好，大家没有什么不同意见，会觉得它是不好的事情，是好的事情。那就是因为对经济的预期和汇率的一个波动，导致了市场其实信心没有那么的足。现在这两个问题，我觉得是看到了一些变化的一个迹象，那是往好的方向去变化的迹象。所以市场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你说去上证指数那个3053，它去穿还是不穿，我觉得没有那么的一个重要。在这个地方，我也同意林的看法，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布局的时间节点。其实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区间震荡，也就是在七月底市场所形成的高开低走和低开高走的这两根大阳线当中啊。那我们来看看世稳的观点。世稳从七月底到现在，大家一直觉得有政策托底，市场底马上就到了，但是呢整体压力非常大，大家每次啊可能总是怀着满满的希望，总是被市场再狠狠地压一下，所以到现在看到这些新变化以后啊，觉得哎，我还想看看，我还在犹豫啊，不知道刚才两位的这个看多，你是不是同意？我基本同意啊，就是行情走到这个份上啊，其实这段时间大家的分歧在哪里呢？就总觉得就是利好出来了，然后市场的反馈并不是很积极啊，甚至出现这种负反馈啊。那么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形成这种效应以后，确实大家都会偏弱的一种状态去理解这市场啊。包括从七月底，是吧？然后当时呢，消息出来以后是涨两周，然后呢，我们到了两周前那个降印花税啊，限制这个减速 IPO 等等啊，这个算是重大利好。但是呢，因为那天行情就高开一步到位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对于市场来说的话，确实反而形成一种负反馈，就是形成一种打击啊。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因为大部分散户也好，或者普通投资者也好，在面对这种局面，它确实是比较艰难的，它没有办法去定义这利好消息出来以后，这行情到底该怎么走，对吧？因为它是当局者迷啊，就是在里面他的一个感受并不是很好嘛，所以我觉得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能理解啊。但是我觉得如果是站在更大的视角去理解这市场的话，刚才前面两位嘉宾也讲了，对吧？现在经济的数据，因为之前呢，其实我认为啊，北向资金或者是外资，他更看的是基本面啊，因为他不会去单纯看你的政策，因为中长线资金更多的是，对吧？我看到你的一些好转的一些迹象了，那它才会重新的回流。那包括今天下午我们看到北上呢，其实上午呢还是有流出的，但是呢到了后面开始逐渐回流，下午呢因为这个我们的八月份的这个社融啊信贷数据是超预期的嘛，出现这种回流。但虽然说回流力度不大，但我觉得这个至少代表了过去一段时间北向是持续流出这股做空的力量，应该说是有缓解的啊。人民币这个汇率啊，我们看到今天也出现比较大的波动，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呢至少是一个积极信号。那这个信号呢，可能之前只有单一的这个利好也好，或者单一的这个好消息去刺激市场是不够的啊。我前面说过积弱难返嘛，市场情绪因为反复的被就是被冲击之后啊，所以说很多东西他都不相信。那我觉得这里面就需要市场的一个更多的一些所谓的消息啊，去逐渐的呵护到你最终你相信了
哎，那这个时候情绪会慢慢起来。就是所谓的，我觉得现在我对于市场理解什么叫天时地利，人还不够和。人和呢需要什么呢？要有一些就是我们所谓的一根阳线来改变这种预期嘛。因为说白了，普通投资人呢，他就是什么，我就要涨，赚钱效应。你只有给我涨，给我有赚钱效应，我就信，对吧？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唯独欠缺的就是一没有放量的一根中阳线。那我觉得啊，这个应该会很快会到来啊，因为毕竟我们看到前面说的数据，对吧？这个中午来披露了，以前都是盘后，对吧？那数据肯定好嘛，所以说管理层有信心在今天中午的时候第一时间去跟大家去分享啊，我们八月份数据确实在恢复，包括上周的这个进出口数据啊。我觉得汇率层面呢，其实大家可能更多的解读是一些偏负面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汇率目前走到这个阶段，包括我们看到上周五的这个进出口数据，虽然说也是下滑的，但是呢大幅的收窄，相比七月份。那我认为呢，因为现在今年的 GDP 的数据啊，其实进出口数据是形成一个很大拖累，那也就是说现在的汇率在这个位置啊，哪怕就是说后面可能相对来说它就是震荡吧，那对于进出口企业来说的话它有利的，而且呢去年啊基数是比较低的，再加上今年马上四季度了，四季度后面就是一个海外的这个圣诞节，是一个消费需求的旺季。那以包括美国现在经济的情况还是比较强劲的，那我相信他们这个需求呢应该会提升上来，所以我进出口这块呢它也会改善。所以我觉得综合这个多方面角度来看的话，确实八月份这一次的无论是 CPI、PPI、PMI， 包括这个进出口，包括今天的社融和信贷，多个指标都是向好的。那我认为呢，现在很多人还是觉得现在只有一个月嘛。那我觉得倾向应该九月份的数据可能在后面十月份公布的话应该也会好，对，因为我们的降息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房地产利率下调，对吧？消费的数据的释放，可能也会在九月份陆续的去反馈，因为去年同样的这个我们国内这块的实体的经济的数据去年基数都比较低的，所以我觉得这里呢都是有利于接下来经济数据会有一个延续反弹的这个趋势。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把这个所谓的基本面的问题也解决了，政策面就更不用说了，对吧？这两天管理层应该说给了很多政策所以我前面说的就是关于情绪面和资金面的问题。资金面问题，我周末有一条消息非常关键，因为大家也看到这过了这段时间，包括减速 IPO， 对吧？限制再融资，限制这个股东减持，它解决的是筹码供给端的问题，它并没有解决增量资金进场的问题，对吧？大家现在看到就成交量都很萎靡嘛，七八千亿没有增量资金进来。那增量资金，我们看到今天有条消息就刚林姐讲过了，上周五这个证监会跟那个很多机构在有一些座谈会，包括跟险资在过去的两周也反复开会。开会的问题呢，我觉得就是引导资金进场。那我们看到周末呢，它有一条消息，就是关于这个险资未来配置 A 股沪深300、科创板，包括那公募 REITs， 它的风险因此下调了。说白了就是给险资加杠杆。另外一个呢，它的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也降低了。因为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增量资金其实是有限的。你说靠普通投资者，那大家不敢出手。公募基金现在公募基金发不出去的。我现在了解下来，我们券商那边很多公募的产品，包括一些基金，它要去做一些路演的话，其实销售数据是比较低迷的。所以说你要靠指望这些机构，目前公募这些存量机构它是捉襟见肘的。那险资现在是手上有大量的资金的。我最近看到一个现象就是除了今天放杠周末放杠杆以外，最近的国债期货价格是连续下调。你要知道国债期货谁买的最多？国债里面买的最多就是险资。险资大量资金是配在国债，那我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两年为什么国债会出现这种价格下调？那有可能就是险资在最近这两周开始减仓。他们为什么减仓国债？因为国债本身是什么避险的品种，那他放弃了避险品种，那你要想他会干嘛？肯定要想着去做一些其他配置或调仓嘛。那加上最近这两周我们看到这管理层的这个座谈会，所以我想象就是险资可能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它会成为市场增量一个主要的一个核心力量。当然外资这一块呢，我觉得也是很核心的。那外资可能更多就是看到汇率的变化嘛。那我们看到汇率变化，看到基本面的变化，那外资这块可能会回流。因为其实 A 股有很多资金是盯着外资的，别看外资好像很多人说北向资金好像每天流出几十个亿，为什么对 A 股的影响这么大？说白了有大量资金是跟着外资在做，那这样子就形成了一种放大效应。那如果是说北向资金它回流的话，那我相信那一股原先也在做空的，或者是说不看好的，那资金可能它也会回流。所以这里面的多股力量的合集的话，我倾向于所谓的这个资金面的变化我觉得应该也很快会到来。当然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考虑问题肯定是看多，那接下来行情到底是怎么去演绎，到底是直接见底反弹或者是说反转，对，那我觉得现在可能去做这个定性就会比较还早了一点。因为我们认为呢，这里行情可能会更多会有一个筑底，因为九月份它其实比较尴尬就是比如下周美联储议息会议，对吧？然后呢，再过一周就是中秋国庆假期又很长，所以我觉得在这段时间可能大家感受不到这个行情会有多大的这种
空间啊。但是我认为呢，这个不是坏事啊，在这段时间你相信的人他会逐渐进来，你不相信的人，你不看好的人，那这段时间就是一个洗盘的一个过程。洗完盘以后，那么我们近代对吧，国庆回来以后，后面的数据会第一时间公布，我相信这数据应该是好的。那到时候呢，等你看到了啊，像林讲的，等你看到了可能指数开始上去了，对吧？那你就成为原先做空的那股力量就变成做多了，对吧？所以我觉得从这样子你一更高的视角去理解这市场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清晰的，只是说现在等待一段时间而已。嗯，来夏天，刚才有不少的朋友看三位看多啊，就说，哎，我们有一些疑问，比如说啊，就是从现在如果说，汇率、社融、北向，我们都不去分拆它的延续的可能性，就说在这个位置能反弹的话啊，能持续的话，那离国庆长假可能只有13个交易日，这个时间点可能是不是有点紧啊？就是可能在这个时间空间上啊，可能都会有一些打折扣，这个观点你怎么看？我觉得这个想太多了，因为在这个地方，如果说不管说是这边直接起来，还是说这个再往下杀一个五浪创的前提再起来，其实这个起来的级别是针对哪一个级别？我们这样说，对上证指数来讲是2440涨到3000，应该是3700多点是第一大浪，3700多点调整到最近的低点是第二大浪的一个调整。所以说针对的这个不管是时间和空间上来讲，其实刚刚开始远远不够，所以你这十几天我觉得不管你去怎么样去演绎也好，其实对于后面我们看好的这波行情的空间和时间来讲都是非常小的，这样的一个级别。就是说这个地方我们认为涨上去之后是要过3700那个位置，但不是时间我们不说，就是这个级别来讲，从这波上涨的级别来讲，应该是一个大三浪或者说是一个 C 浪反弹这个级别。那第一浪应该是涨2440涨到去年的4月份，涨到了应该是去年的年底吧，至少有6-7个月的这样时间。所以你13天和6-7个月这样时间去对比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想那么多，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左侧布局的好时机。嗯，那其实玲玲，我们看到啊，整个上证指数这个位置啊，我们就以上证狭义的来看整个市场的这个区间啊，在3142点，其实这个位置啊是区间的上沿，它不是这个这次这个区间的下沿，所以大家一看到上的话，一看到这个技术上解读的话啊，总觉得如果说汇率再有一些波动，北向也跟着汇率有波动哈，那就是不是会在这儿也有一些反复啊，这种可能性有没有？我觉得是有的，因为现在就是还是处在一个模拟的阶段，并不能因为今天的一根阳线就大家彻底改变大家的预期。我只能说就是说之前说的一些利空应该来说是得到市场充分的反应，包括我们看到过去一段时间，其实不单单是我们 A 股是偏弱的，其实全球股市都偏弱，主要是因为就是说美元指数太过强劲了。包括我们看到大家对于美联储加息的节奏，之前的话觉得就是说已经停止加息了，就是现在大家预期就是说9月份可能暂停，那11月份可能又开始要加息了，所以大家对于整个美联储紧缩的这个预期开始有反复的博弈。但是我觉得即使说是这样反复博弈，应该来说也是充分的反映到了我们目前的市场当中。因为上周的话，其实相较于就是说海外市场，我们觉得更多的是因为就是说海外的一些因素就是导致我们市场调整，但未来的话可能更多的是看我们内部的一些经济的一些变化。那么我觉得现在其实就是一个经济的底部区域，如果说未来经济能够逐步好转，我觉得汇率向上的这种概率是偏大的。包括那么一旦汇率向上的话，外资肯定会回流的，而且从历史回溯来看的话，就现阶段整个外资流出的一个金额，阶段性的金额已经是历史差不多最大的一个水平了。我觉得我不认为他们会持续流出，当达到一定的金额之后，一旦预期反转之后，我觉得外资会回来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位置的话，的确是想不到特别多的一些利空的因素，能够反映的基本上已经反映到当前的盘面当中了。嗯，你觉得现在这个盘面是非常真实的？对的，就是等量变到质变。对的。嗯，那刚才我们就今天整个市场啊周一所出现的上涨给大家做了分析，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家的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我们听听郑林对市场的整体看法。因为这一段时间啊，我们说数据也比较多，像汇率上的一些变化也是非常的，在下午啊非常的快啊，包括北向资金也是跟随着这个汇率的变化非常快速的就做出了一种反应，就是整体的这种连贯性的联动式的反应啊，在盘面当中的这种表现还是非常的，就是应该说实时在变化的。我们来看看郑林如何解答，对后市如何看。郑林，
好的，也非常感谢主持人，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家加油时刻。今天三大指数全线上攻，而个股超3700家上涨之余呢，我们又应该如何更好的优中选优呢？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在今天市场当中啊，三大指数全面上涨，题材类个股表现是更为活跃的。在普涨之下，有一个方向其实已经受到了机构资金的持续关注，有望走出独立行情。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就是汽车智能化。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华为全新合作的新车型在明天即将发布，而这当中最大的看点就是智能化。有了这件事件的持续发酵之后啊，机构资金在今天的盘中其实就已经有所行动了，今天是净流入超5亿。而对于我们来讲，当下的当务之急是找到那些有望受到关注的一些核心标的，跟随机构资金来进行顺势布局。除此之外呢，还有第二个方面，就是盘后公布的8月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高增27%，再叠加 L3 级智能驾驶渗透率趋势的不断提速，也加快了整个汽车智能化进程的同时啊，更是打开了整个汽车智能化板块的上涨空间。那么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汽车智能化板块的底部拐点其实已经出现了。那么在有了消息面的加持之后，内部核心的龙头公司在受到资金的追捧之后啊，会在短期给我们带来一些不错的弹性空间。恰好我们今天也把整个汽车智能化当中的细分龙头公司都进行了详尽的梳理，您只要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那么说到整个汽车智能化方向啊，其实它分为3个最主要的细分领域，主要分别是智能驾驶、智能网联和智能座舱等。那么落实到个股层面当中呢，在汽车智能化这个大的概念之下呀，总共是有45只个股，通过三大方向的一个细分筛选之后呢，是有35只个股。最后我们通过业绩叠加机构调研的情况，优选出了10只个股，您都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来免费的领取到这10只个股。那么具体的落实到公司层面当中，又有哪些核心公司值得我们重点关注呢？我们看到第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呢是智能座舱加智能驾驶龙头的产品的龙头企业。整个公司的核心增长点主要是在智能驾驶业务上，整体利润比例是高达68%，属于为数不多的高增长的龙头企业。而从技术形态来看，今天股价乘风而上，一举突破了20天均线的压制，2周之内也接受到了90家公司的一个密集调研。那么在智能化加速的当下，股价有望青云直上。再来看一下第二家公司，这家公司呢是国内汽车制动系统的龙头企业，业绩整体表现非常亮眼，中报扣非净利润是同比增长112%，而股价在经历了阶段性回调之后，今天以巨量的形式突破了60天均线，后市具备了延续上攻的动能。再来看一下第三家公司，这家公司呢是国内液晶显示及触控产品的龙头企业，在构筑了将近2个月的底部区间之后啊，今天是迎来了突破60天均线，同时筹码峰在这个位置是高度集中的，这也更有利于该品种后市的一个波段性反弹。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把汽车智能化当中的一些细分龙头产业链当中的核心个股都进行了详尽的梳理，您只要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就可以免费的领取到汽车智能化方向当中啊，在资金持续不断低吸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公司有望受到资金追捧，走出不错的波段行情了。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家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有喜事，就有老凤祥。大家好，当前正值财报密集披露期，市场主线围绕中报展开。中报里有很多的财富密码，可惜很多股友都读不懂。那为了帮助大家把握中报行情，我们专门推出了财报掘金高手实战技术课程，你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马上领取。
财报掘金高手课程从行业、公司还有资金加仓三大维度帮助你挖掘中报投资机会，学会它，你或许也能够成为财报掘金高手。还等什么？赶紧扫码抢先学习。提醒一下新朋友们，看似稳健的中报背后可能处处隐藏着机会和陷阱。不知道如何规避风险的股友，不妨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财报掘金高手课程，试一试就知道了。今天没有名额限制，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都可以拿到它。希望今天送出的这份财报掘金高手的课程能让你2023年投资顺利。市场行情有时候来得快，去得也快，人性有时在行情里会显现得酣畅淋漓。没有经历过足够多行情的人，往往是调整的时候不敢买，涨起来了又想跟。其实很多问题可以通过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领取这套超跌反弹三维战法，它涵盖实用的抄底方法，通过连续超跌抢反弹、相对跌幅抢超跌、技术指标抢超跌三种方法寻找适合抄底的品种，并把握启动时机抓住超跌机会，帮助你不会抄底抄在半山腰。另外附送抄底战法之拨云见日，助力你识别真突破，提高抄底成功率。这套超跌反弹三维战法涵盖大部分抄底技巧，学会一招轻松把握低位启动机会。记住啊，学什么都不如学方法，赶快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一起来学习。掐指一算，今日要抄底。哎呦，你今日一开盘，不为阳动啊！能用成股神，还是要靠学习的努力。听我的！九方智投，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老凤祥提醒您收看今日股市。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今日股市。那刚才三位对后市呢都有所期待，那么在后市整个风格的判断上，包括在整个看好的行业方向上有哪些新变化呢？玲玲，你是不是还继续看好地产？我本来说有什么新变化，直接问你是不是也延续对地产的看好。对，其实对地产的话其实一直是比较看好的，因为其实刚才也说过，就是说现在整个政策的一个脉络是比较清晰的，所以在寻找方向上的话更多的是沿着政策的一个方向去寻找机会。那么刚才也说到，其实从七月份以来的政治局会议，其实主要发力的就两个方向，一个的话就是就以活跃资本市场为代表的券商，另外的话就是稳住地产的一个地产链条，包括一些顺周期的品种，其实都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在整个政策发力的一个点上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品种的话，虽然说短期有资金在里面博弈，因为之前可能在政策落地之前就有预期，所以他们有反反复复的这样一个波动，但是我觉得这只是影响短期的节奏，并不影响它长期的一个趋势。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位置的话，这些无论是券商也好，还是说金融地产也好，都是未来有可能走强的这样一个，并且是有持续性的一个方向。我觉得这些是可以关注的。另外的话就是说，之前一段时间因为北向资金的一个持续流出，带动了其实很多机构资金的一个不断减仓，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核心资产其实跌幅都很大，包括像新能源产业链，包括像医药产业链，就跌的都很多。那如果说外资能够回来，大家信心能够回来的话，我觉得是有机会像稍微复刻一下去年十月底的这个走势，因为当时去年十月底的话也是呈现出一波比较明显的一个情绪的扭转，当时的话其实很多核心资产都有过非常不错的涨幅。那么我觉得在当前这个位置，其实情绪的话有点类似于去年的一个最低点的位置。那如果说情绪扭转，我觉得很多核心资产都有机会。在就是说第一阶段的话，可能很多超跌的品种都会有机会。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像医药这个行业也是之前超跌的一些方向，那么今天表现就不错。那么我觉得未来可能明天不是医药，可能像新能源产业链，包括像消费等等一些之前超跌的一些核心资产都有机会。我觉得如果说情绪扭转，可能一开始是普涨，之后的话可能再会像就是说像我之前看好的像金融地产可能更有持续性，但是我觉得当前的话大家都有机会。刚才你也提到了超跌的核心资产是一块，还有你就自己坚持自己对地产的这个判断啊。那夏天其实这一段时间啊，从行情发动之初，如果说地产的话，大家觉得它有政策期待，到了这个时间点上继续看好地产，你支持吗？
我不太支持，因为地产其实大家也知道，并不是说它还是会像过去20年那样高速的一个发展。其实这次这么多政策的密集的一个推出吧，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就是稳住地产。那其实地产在这个地方能出的政策，大家能想到政策都出来了，剩下的就是这个一线城市的限购了。那在这个地方，那市场其实把预期已经打满了。大家看到之前其实政策没怎么出来的时候，其实涨了一大波，也没有很一大波，反正就是有一个修复，然后涨了不少。之后呢，现在政策陆陆续续出来，每一次几乎都是高开低走，然后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再脉冲一下。那我觉得整个地产其实可能还有一个观点，就是在过去几年地产其实房价一直涨的时候，就比较景气的时候，其实它的股价就已经开始不涨了。那现在来讲只是跌了太过分之后，在政策的一个预期之下有一个修复，我觉得仅此而已。那地产想作为未来的一个主流的一个品种，我觉得不太现实。它修复修复，我觉得就完成了它的任务。只有修复的份儿，如果再让它向上，可能从行业周期、产业的背景、未来的逻辑可能都不支持。这是夏天的观点。其实就是的话，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地产不会像过去这么就是说这么景气，但是我们其实也是希望，就是说地产能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修复。但现在问题就是说，很多地产行业都是一个比较低迷的一个定价，就是不是说像正常的定价，比如说你像很多地产公司都是破净的一个走势，那就是稍微就是说你回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估值水平，比如说像现在国资地产可能现在还不到1倍PB 的这样的水平，那如果说他们回到1倍PB 以上，那可能就有很多空间。再比如说现在更悲观的像一些民资地产，可能就是像看港股就更夸张，像一些地产公司3天3倍，它就是它估值水平是非常非常低的，就0.1倍PB 都有，就是以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定价。但如果说回到一个就是说正常的定价，它可能的空间就很大，就是说因为它基数够低，所以说回到一个正常水平的话，其实它也有很大空间，并不是说需要它有多强多强的这种景气度的回升，只是回到一个正常定价，它其实就有空间。也就是说现在是跌得够低了，对啊，修复就能给你修复一大段。是的啊，这是您的观点啊。那夏天，那我们这个地产的话题先放在这儿啊，继续来看，就是这两天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华为啊，包括它明天也有一个汽车的一个发布。从华为上周的市场表现，还有给市场打开的消费电子的空间，还有未来汽车的延伸等等啊，就对这个产业链在未来的布局有什么样的一个分析？我觉得其实像上周涨的那些像卫星啊之类的，只是我觉得它更偏重于短期的一个消息的一个刺激，并不是说能够对整个行业产生比较深远的一个你觉得是短期的影响。对，不，当中要分，就是像什么卫星啊之类的，或者它的一些供应商，我觉得一些这一块应该来讲是一个偏短期的东西。因为整个的消费电子，其实我们更希望的就是因为这个新的一个手机的出现能够改变整个消费电子市场过去2-3年的一个低迷。但是大家仔细想想，单靠一个手机并没有什么过于革命性的一个东西。像过去像以前的话，其实像苹果当时出来的时候，从按键手机变成触摸屏，然后这个安卓的普及，安卓的一个普及之后，让触摸屏变成了一个普及，再加上后来的像耳机之类的一些革命性的东西出来，所以消费电子是持续的增长。但是前2年之后，大家会觉得手机好像消费电子就这么回事，包括我自己也好久没有换手机，而且也没有什么换手机的一个冲动。大家会觉得这些东西都大同小异吧，没有什么太吸引我去。你觉得对消费电子未来的这个量不会有更多的提升？暂时看不到，就不知道它明天会不会爆出什么，再有爆款出来，这个就不知道。但我觉得暂时来讲，可能会，我觉得会有改善。毕竟这么多年大家没有换手机，可能会因为出几个新品会有一个换机冲动。但是你说整个的市场份额会有多大的一个增长，我觉得不一定，但是有可能是比下滑的速度吧，可能会稍微好一点。那另外一块来讲，就是这个它带来的一个半导体的一个前进吧。那我觉得这样来讲，对于国内的半导体厂商，从整个产业链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利好。那我觉得来讲这一块，再加上其实国内的半导体的一个销售数据，其实从前2个月开始就已经触底反弹，拐点是出现的非常明显。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半导体和芯片这一块，我对它中长期的一个改善，觉得可能要比像卫星啊这种
微信电话这种的一个短时间的一个博弈，我觉得更有行业的这样的一个逻辑，也更有中期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在，要分开看。对，来看看试问，那今天我们看到医药板块是出现集体的反弹，医药在这个位置够不够低，能不能做布局？我觉得应该可以啊，就是我前面讲了一个逻辑啊，就是现在是有增量资金要进来，那我们要看到这个增量资金背后的这个它的一个实力方在哪里啊，就前面有说过，一个是北向可能会回流，对吧，还有一个就是险资，那险资其实这一块来看的话，医药其实也会成为他们配置的一个方向，因为险资大家也知道，包括外资它更多会投资于稳健型的成长型的公司啊，科技呢虽然也增长，但科技的估值偏高嘛，那很多消费啊，包括医药这一块，他们大部分资金是看得懂的，所以我觉得本身这里增量资金如果进场啊，他们大概率会配哪些方向啊，包括像沪深三零里面也有很多医药股，对吧，估值低，我们看到最近有很多医药股呢估值都在十来倍，那也是符合他们去做配置的一个这个基本面标准的，对，然后这是一块。第二块呢，就是我们看到医药股呢在过去这两年并不是很受市场待见啊，确实杀估值，对吧，然后呢杀这个逻辑啊，因为这个集采啊等等各种冲击是很多的啊，包括前段时间还有一些特殊的事件嘛，所以医药行业呢在过去这两年呢也是遭遇到了一些行业的问题，然后呢也是有比较大的回撤吧。那我觉得现在呢很多医药股的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尤其像一些创新药啊，你看很多一些医疗服务类的啊，创新药类的，都是基本上跟两年前的高点去比的话，只有30%到40%的一个分位了啊，所以说它的一个风险释放呢，我觉得比较充分。但是很多人因为看创新药，会觉得估值偏贵嘛啊，但是我觉得创新药，因为我们现在呢是基于一个就是偏短一些一个思路去看待这个市场啊，你会导致这个估值还50倍还是有点贵。但是呢，如果是说在过去的负面因素啊消化了充分以后，打个比方啊，像创新药它的一些药新的一些药物上市的话，那这个带来的增量其实是比较可观的啊，只是说现在就是看谁能有新品上市，而且这个是新品有可能是爆款的话，那它就会让市场眼前一亮啊，它的估值很快会被它的业绩给消化掉。那今天其实我们看到也有一些海外的催化啊，其实这今天盘面中有一个最强的分支啊，就是医药里面的就是减肥药啊，减肥药有一个品种就是20厘米嘛，对，然后这里面的催化剂是来自海外啊，因为我们看到美股那边最近的这医药股其实是蛮强的啊，尤其像李来、诺和诺德这些品种，它就是现在那个减肥药啊，是现在是市场已经证实了啊它的有效性啊，然后市场规模预计也很大。你像李来它已经创新高了，5500亿美金啊，基本上换成人民币是4万亿，4万亿我现在看了一下，基本上可以把我们所有 A 股买下来还有多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也蛮可怕的一个数值啊，就为什么人家对吧，同样的一家创新药能走出这样子的一个行情，那 A 股难道就不行吗？我觉得是应该是有这个机会的，对吧？那你说我们跟它确实有差距，但是呢，我们面对的是国内有庞大市场。14亿多人口，那我觉得医药呢这个行业啊，虽然过去两年这个负面消息确实还存在，但是呢未来的成长性我们也不能忽视嘛，所以我觉得现在这段时间就是在底部的时候啊，中长线资金进场可能会把这些医药股会重新配置回来，对，然后这一块呢我是觉得医药股呢是可以作为一种配置的角度去理解，对吧？当然你要说它弹性有多好，从目前来看的话可能相对来比科技股要弱一点，对吧？然后呢它基本面的估值呢可能又要比一些传统的像地产啊、金融啊那些传统的权重它要高一点啊，所以优势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市场中它不会说资金只会去配金融地产啊，也不会说只配那些科技啊，而且这些方向呢它都是阶段性的，前期因为你有问题我配的少啊，那你的问题慢慢消化了，那我原先的低配或者是轻配，那我是不是要把它慢慢改成标配呢？那这样子的思路的话，标配它的仓位也会提升上来，所以我觉得要目前这阶段啊，最近其实蛮看跌的啊，虽然它也有波动嘛，你看一下恒瑞啊包括药明啊这些品种，它是走了一个底部往上走的一个形态啊，没有说最近八月份这波行情一直在跌嘛，他们的振幅是明显要小于这个指数的，而且是可能相对来说可能只需要看跌，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信号，为什么在整体弱势的行情之中这些板块能相对看跌，那肯定是有资金在配嘛，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逻辑呢应该是行得通的，对，所以我觉得医药股呢你可以做一个中长线在这个位置呢，我觉得是可以去做左侧去做配置的，如果你实在看不懂怎么去选的话，我觉得医药 ETF 这种其实是可以作为一个选择的，对。那其实今天我们看到有20厘米的一些生物医药的个股上涨啊，一方面呢是确实是有一些新的研发方向，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一些趁这段时间整个在市场低迷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全球研发中心的一些新的项目推进、研究的推进，所以在盘面当中我们看到市场是给了这个比较好的这个反应。那夏天能不能简单的说啊，今天下午还有人工智能方向也涨了，
那有人说了，你看一边是医药生物啊，医药股的这个低估值，一边是人工智能前期活跃，然后又大幅的杀跌啊，就是两边，如果这两边让选的话，特别难选哈。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选？我可能更偏向于科技这一块。科技啊，对这一块。那刚刚我们讲了芯片，那现在如果讲人工智能这一块，我觉得现在还是在算力的基础上继续的去有这个有炒作。那今天其实有一家国内厂商是采购了国产的 GPU， 我觉得这个也是跟芯片一样嘛，我们自己能够造了 GPU 好久没动了，对，能够自己能够造出来之后，可能这个会情况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善，那国内的一些产业链也会跟上。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来讲是整个的这个芯片还有这个 AI 处在一个基本面的一个拐点或者上升周期上，另一方面讲我们国内的厂商其实也开始涉足于这个主流的这个供应链之后，所以两个原因我觉得最后的三四季度可能科技依然是一个很好的方向。那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别忘了通过抖音、快手、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好，接着我们请出陈伟来听一下陈伟对市场的分析。陈伟你好。好的，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陈伟。诸多的政策利好累积之下，终究是起了效果呀。那么下一阶段我们应该关注哪个方向呢？我和我团队的老师们带来最新的选股思路。接下来的时间大家都可以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领取他们。首先我们看一下近期的最新政策的变化。首先，险资入市政策落地将带来大约2000亿元的增量资金，融资保证金比例下调正式实施，有望带来4000亿的增量资金。更多的来自于央行的利好消息呢，促使我们今天的人民币啊大幅上涨的近600点。好，不仅是今天指数回到了50周线上方，当更多的机构加入到买入的环节当中后啊，我们认为大盘有希望迎来一轮连续的反弹。但当务之急是我们等待了许久的散户股民应该关注哪个方向会更加划算呢？我和我团队的老师们经过思考呀，觉得科技这个方向更加具有弹性。虽然他们之前下跌的时候也确实跌得比较惨，但一旦市场有机会的时候，他们的空间也是比较可观的。我们看到超宽带为代表的捷融技术这段时间都出现了100%左右的大幅上涨，尤其是最近几天时间出来了很多的新的利好消息，比如说光刻机领域的张江高科已经是连续4个板，物联网领域的先锋电子是3个板，冠石科技也已经达到了4年板，它来自于类似蓝牙技术的最新星闪技术。好，那么既然科技方向非常活跃，哪些公司值得我们今天进行关注呢？省却大家的选股环节啊，我和我团队的老师们带来一份最新的选股思路，大家只需要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领取他们。来自于这份低位科技领涨先锋的龙头股名单，帮助大家更好的把握科技板块的选股思路。好，那么科技板块如果我们参与了，应该关注到什么时间什么程度呢？我们了解以下两个环节。首先第一个，消息面这一块，9月13号苹果秋季发布会将召开，9月15号三星的 W 系列新品发布会将召开，15到16号2023年世界计算大会将在长沙开幕。所以啊，在这么多的利好消息兑现之前，我们认为这个领域至少还有1到2周的良好时间周期。那么幅度这一块呢，我们主要是看技术面。我们以科创50 ETF 周线走势图为例，之前的2年时间分别啊出现单针探底之后都有23%左右的周线级别反弹空间，而这一次再次周线级别单针探底呢还处于反弹的初期，所以未来啊也有很多空间值得我们等待，具体的时间我们未来详细讨论。今天我们的选股思路呢就在这份文件当中。首先我们关注科技当中具备核心题材的龙头公司，他们当中有一些近期啊获得资金的大量买入，技术面有启动迹象，是我们要跟踪的重点。而大家呢不需要自己去选股，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可以获得一份低位科技领涨先锋的龙头股名单，哎，里面就有一些优质公司的具体案例。至于到底到多少的程度，持有到哪一天，大家可以和我们的小助理们，哎，保持详细的沟通和联系。那么下面环节是重点，我们要了解一下案例的
基本面和技术面的专业思路。首先我们来看一个机器人概念的相关公司，今年这个板块也是高度的活跃，而某些减速器的厂商业绩是大幅的增长，但是呢依然是处于小市值状态。好，经过一段时间超跌之后啊，回踩到低位构建了底部形态，目前啊正在尝试突破上方的压制。要知道公募基金和险资二季度正在持有，近期又获得200多家机构的密集调研，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资金的买入，所以这次反弹空间值得我们重点的关注。再看第二个类型，来自于软件互联网安全的一个龙头，股价仅有5元，市值小于100亿，属于低价小市值的弹性品种，但是技术面已经筑底完成，并且尝试突破箱体。考虑到中报业绩大增107%，近期又受到50家机构的调研，所以反弹空间比较值得期待。尤其最近2天时间，北上资金啊历史连续的大笔增持啊，可能会进入一个加速突破的表现当中。再看最后一个例子，一个近期非常热门的通信概念，它具备6G方面的技术储备，技术面也是刚刚筑底完成，进入到上升趋势。好，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领取今天这份资料，低位科技领涨先锋的龙头股名单。至于持有到什么地步，如何去进行关注，大家可以详细的跟小助理们进行联系。以上是最新的分享，感谢收看。每一段历程都拥有独特的生命力，不跟随也可风华万象，不怀疑学会欣赏自己，专注坚持打造属于自己的故事，岁月不败风华，经典历久弥新。老凤祥跨越3个世纪的经典。大家好，当前正值财报密集披露期，市场主线围绕中报展开，中报里有很多的财富密码，可惜很多股友都读不懂。那为了帮助大家把握中报行情，我们专门推出了财报掘金高手实战技术课程，你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马上领取。财报掘金高手课程从行业、公司还有资金加仓3大维度帮助你挖掘中报投资机会，学会它你或许也能够成为财报掘金高手。还等什么？赶紧扫码抢先学习。提醒一下新朋友们，看似稳健的中报背后可能处处隐藏着机会和陷阱，不知道如何规避风险的股友不妨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财报掘金高手课程，试一试就知道了。今天没有名额限制，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都可以拿到它。希望今天送出的这份财报掘金高手的课程能让你2023年投资顺利。90年代，收获是一份仪式感，珍贵却少了些许便利。2000年，收获是电脑前的专注，高效却更需要费心琢磨。后来，收获是掌间的金融图标，信息很多，答案却很少。现在，收获是贴心的服务和指导，是专业赋予的省心与便捷。九方智投，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掐指一算，今日要抄底。哎呀，我今日一开盘，不要动啊！能入神股神，还是要靠学习的努力。听我的！九方智投，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见证相爱。见证相守，见证相传，传世之宝，中国农业银行。 AI 时代万物生长，九方智能投顾数字人九哥应运而生。没时间看盘，看不清热点，不懂得筛选股票，不清楚事件影响，听不懂金融术语，各种问题都可以提问，上海话、广东话、四川话，多种方言都可以交流，九哥将7x24小时在线，多方位辅助解决您的投资难题。现在扫码下载九方整股 APP， 立即和九哥交流互动。九方智能投顾数字人，基于自研9张证券领域大模型，具备大盘分析、板块挖掘、热点追踪、个股诊断、策略生成、
金融百科、事件推理、情绪陪伴八大核心能力，利用数字人交互技术即问即答，多方位辅助解决您的投资难题。现在扫码下载九方整股 APP， 获取您的专属智能投顾。老凤祥提醒您收看今日股市。好，欢迎回来。第一财经二十周年庆感恩回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家 APP， 限时领取30天 VIP 的使用权，大咖在线直播点评，捕捉市场的新风口，三步买卖指标揭示个股的强弱区间，规避交易风险，四维度的深度整股，看清形势走向，功能升级，福利升级，体验升级。现在就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家 APP， 更多惊喜好礼等您来拿。那有看头家，让您的投资大有看头。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请三位说说操作吧。啊，玲玲，刚才我们也说了，如果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对市场有所期待的话，那么在仓位上、方向上能不能更明确一些？其实我觉得在底部区的话，就是首先就是仓位可以适当的在不断提高，就是提高到多少算？就是以我济南为例的话，就其实一直是处在一个满仓的状态当中。你现在满仓？对，因为就现在就底部当然很难受。其实，尤其从就是说从今年下半年以来，就市场一直处在一个比较悲观的状态。现在就大家比较麻木了，就出利好，大家也不相信，所以就底部不断的震荡也很难受。但是我觉得在底部区域的话，就是应该难受的，对吧？总不可能底部的时候要让你很好受，所以在越是底部的时候，越是悲观的时候，大家又要坚定信心，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就是可以满仓的，我觉得是可以满仓。另外的话，在方向上的话，我觉得还是沿着政策发力的方向点去布局。那么我觉得就很显然，整个政策发力的方向，一个是活跃资本市场，对应的是券商；另外的话就是说稳住地产。那么我觉得就是地产链条当中的一些品种，我觉得都是可以值得关注的方向。所以我锦囊的话也是持续的布局这些方向，那么去做一个等待吧。那么因为另外的话，就活跃资金可能更多的去选择一些超跌的品种，或者说一些短线的题材。但是我觉得这种题材的话不太适合大多数投资者，因为这些尤其当前市场有了量化之后，其实做短线是很难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可以适当的降低操作频率，更多的是瞄准一些中长线的机会，而不是说过于在短线去追逐一些短期的一些差价，更多的是要视野放稍微长一点。所以我的建议的话就是说，锚定一些中长期看好的方向，然后拿着不动就可以了。有一些老股民也经常交流说，尤其在底部区啊，不能乱动哈，可能一动有的时候会可能左右就都拿不到哈。来看看夏天的观点啊，夏天是不是可以做这个做多模式开启啊？对，我觉得是的。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两条腿走路，一条就是券商，一条就是科技当中的芯片。你刚才提的啊。对对。另外来讲，其实大家看看最近的一些新闻啊，给你两融的一个那个比例给你降低了，给险资的比例给你降低了，管理层都给大市场里的钱加杠杆了。我觉得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适当的去加一点杠杆？啊，你比这个林立还要激进啊！对啊，管理层都跟你说了，增量资金快进来，我要给你们加杠杆了。那往哪儿加呢？我觉得就其实整个的市场，包括刚刚林立讲的，像之前的一些赛道股超跌的东西会有反弹，我觉得也会有反弹，甚至说我不看好的地产，我觉得都会有表现。但是主线的方向，我觉得无非就是金融，因为市场好了，那券商一定是有表现的，而且券商上两个月的表现毫无疑问在这个地方是有资金去介入的。那这么明显的一个资金介入，不可能说就这样就结束了，再加上后来大家对于后市的一个预期如果好的话，应该是还有第二波的行情。那上周五正好就是券商前一个低点到上周五是第二个低点的一共是走了55天，所以这正好是一个时间窗口。我觉得在这个地方能稳住，这两天能出一根阳线的话，券商基本上第二波就没跑了。所以我觉得大家要看得懂管理层的一个意思，都让大家再加杠杆，再找增量进来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一定要乐观一点。就是比这个林林还要激进。来看看市稳的这个投资方向。我觉得现在市场呢位置是比较低的啊，反正情绪上我需要科技股，对吧？然后呢，指数上呢可能要靠权重。那么我觉得当下来看的话，可能对于大部分来说，到底可能不是满仓不满仓的问题了，而是在于你选择什么品种的问题，对吧？因为
每个人的理念风格不一样啊，你如果那些低风险票去满仓，其实也相对来说不是很好。对，那我觉得还是根据你自己的风格来啊，你自己风险票比较高的，你也相信目前的经济是在复苏的，然后也相信政策的这个利好的一个情况啊，你也觉得比较看好的话，那我觉得可以适当去增加仓位。但我认为呢，可能大部分股民现在的仓位都是比较高的啊。那我觉得刚才杨子老师说的对啊，就是不要乱动啊，反正就是在里面的，对吧？你就先耐心等待啊。既然这个行情情绪呢，我觉得会逐渐的筑底，然后会走修复的话，那我觉得机会应该是大于风险的。那我个人是倾向于会有几块给大家参考，就顺周期方向嘛。一个是消费，为什么讲消费呢？因为我们看到上周末的这个 CPI 数据是同比、环比都是转正的，对吧？那这个我不能说它很好，但是至少是拐头。那你要知道消费这个 CPI 啊，如果是拐头的话，那对于是整个下游的消费反映的是现在需求在回升的啊，再加上我刚才前面讲的年底是属于消费的旺季啊，无论是九月份的中秋国庆啊，还有这个十二月份的海外的这个圣诞节等等，哎，这些都是一个重要的节日，包括还有十一月份双十一，对吧？所以我觉得消费这一块，无论是出行端还是说一些商业连锁啊、购物这一块的，我觉得都可以去尝试去关注起来啊，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认为呢，这个偏基建这一块的，对吧？这个你可以理解为“一带一路”吧，或者是今天上半年中特估啊，中特估其实这两年谈的很少，因为中特估一直在跌，一直在调整。但我觉得有个契机在哪里呢？周末那条消息我也是还是看那条消息啊，就是险资对公募 REITs 的这个风险因子是0.6降到0.5，它这个比其他几个要降的更多。啊，也就是说未来因为公募 REITs 嘛，更多是偏基建端的，对，或者是里面有很多地产的项目去做一个 REITs 的发行，对，那我觉得这块呢可能对于这块是有利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十月份一带一路的峰会，对，这个时间点就是在十月份吧，也是一个时间窗口。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很多中特估估值又便宜，对，也是显示要去配的方向。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呢可能一带一路基建里面的一些品种呢估值低的，对，我觉得这段时间它也因为它也是顺周期嘛，可能会成为接下来增量资金也会去重点关注的，对，就因为它有政策面，也有高股息，然后呢位置也低，所以说它应该说相对来说对于一些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朋友呢，我觉得是比较好去上手的，对。今天他们三位应该说各有风格，刚才有人提到夏天就说这么激进啊，当然我们的这个建议供大家参考，是他们是风格不一样，也是供不同的这个投资者啊在分析过程当中做一些这个参考借鉴啊。那我们也宣布一下啊，就是指数午后拉升北向回流，这个反弹是否能够持续？选 A 能够持续的达到65%，选 B 啊不能持续的达到35%。应该说，今天啊，就是今天周一，整个市场在汇率、社融包括北向一起发力的这个状态当中的红盘报收，似乎在短期给了大家信心。但是大家可能觉得这么多的这个利好，是不是涨得少了点儿？可能还有一些犹豫，这也是非常真实的体现。再次感谢三位，蔡玲玲、夏天，还有这个世文，再次感谢。那我们下次再见。我们已经走进了 3D 数字人底层技术的无人区，在那里什么都有可能会发生。代步车每向前一小步，都是下肢功能障碍群体人生的一大步。总有那么一天，物流中的人力会全部由机器替代，这就是物质传输网络的未来。精度到0.01毫米，机器人可以让植发像插秧一样的方便。从互联网大厂回到农村，我做起了新农人，盘活了200亩农场。建设美丽中国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这些学环境的人最真的梦想。在这个敲击键盘的时代里，我想用墨水治愈每一颗心。看得见，摸得着，买得起，用得好的移动智能机器，很快就能走进千家万户。我们把蜻蜓之眼做成了一种特殊的相机，它会让你看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